浅未央宫，赞曲人系方文正。韩信系一位汉朝嘅开国功臣，佢为刘邦统一咗江山，但刘邦怕韩信有朝一日会谋朝篡位，于是命令萧何设局，派遣吕后将韩信杀死。呢支歌我哋请到雷贵开社长同埋刘子雄同学为我哋献唱，有请两位。
了，看那家当天下。
相啊啊和红为一直为直在梦风常相思也在心神已飞呀想讲何汉宫忽觉魄动魂浮暴不离宫酒保佑，有茶保佑，莫非是迟醉了吗？迟醉了，哎呀，哦，好了，同时身不动根，色才间他进山中薄酒，便与明心跳木雅梦雅梦，但觉迷迷惘惘，惘惘啊迷迷，无力啊。怕是骤身无边，待眼速速离开，未也因共压行。娘娘，微臣咒力不胜，低债来是奉压摆避了。一生中啊，勇莫过冤魂。
寒信逆天真服真啊！啊
恨春梦真。嘿，你将啊根鸡笼啊，将啊你笼，如此针对一记又讽啊！哎呀呀，当堂欺杀呢个盖世英雄啊！信不臣伴主公，大逆不道若丁公，勾结巨鹿陈希贼，就地处斩、啊、不能容。大谋议官，你笑什么？皇祖，曾记当年圣上御旨，潘询开国幽宫，风无可风，此无可此，便因一切失形，兼时兼生，见天菩萨，见地无真，故兼六畜，则不能相害，叹呢如何？江南斩杀了春差，楚王啊，你抬头以观，可曾见天？大谋以观，未央宫辽高四层，不能见天吗？你有低头以看。可曾见地？快望一看，未央宫孤皮盖地，不能见地吗？你再来一望，哀家受伤，断的又是什么？哎呀，不好了！手上啊断了杖。我身呢难行飞鹰啊，月望洞，四面同啊墙铁壁，叹我无啊力啊，冲啊啊风啊啊！我激啊动啊，再看女严君啊，他手啊持竹剑，舞啊舞，来开弓啊，叹穷途啊，遮门路啊。望我叫俺早啊归，哎呀梦啊！